早晨起床喝着三氯氰胺的牛奶，一碗石拉大米稀粥，配一个苏丹红鸭蛋，中午吃着起酥油做的炸鸡汉堡，喝一杯令人上瘾的咖啡因可乐，吃完午饭以后再来一瓶果葡糖浆做的饮料，下午小憩一会儿，工作累了再点一份没有奶的芝士沫奶茶，晚上下班以后跟朋友一起喝着酒精勾兑的假酒，吃着边角料做成的烤肉，再来一份合成牛排，烟雾缭绕的你醉意朦胧，呼吸着超标的空气，晚饭后你突然间有些酒精上头，去药房买了一份解酒药，服务员说今天搞活动可以买二送一，你想了一想办了一个会员卡，回到家中你用香精做的沐浴露冲了个澡，躺在黑心棉组成的被窝里边美美的睡了一觉，第二天还是有一些头疼，你又喝了一瓶昨天晚上药房赠送给你的饮料，吃了一口合成奶油蛋糕上班去了，你拼命的赚钱，终于有了一定的积蓄，你心想这一下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，可是万万没想到呀，你的享受竟然是医院的高档病房，然后一贫如洗的你带着半残的身体又开始了一个轮回，好像逃不掉了。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，区委指示叫我们一定要坚持，坚持就是胜利，你们就偷着乐吧